Danger！ 熟悉的背影，飘逸的长发，小善啊！人生路，咪住！呢个唔系我识嘅小善嚟嘅。上年生日咧，仲系小善味极重噶嘛？啊，点解寻日喺同济 shopping 会走晒样嘅？尤其系对眼啊，一啲都唔猎小善咯。网民咧都觉得惊讶噶，好彩咧佢嘅少女品味都仲喺度啊，再配埋呢一对必杀长腿，都真系杀得下人嘅。如果是从后面看的话，送完战利品啊，前女神呢再落上环 happy 点啊。Hello， 祖贤，这次回来是玩定拍，定是工作定是拍嘢？谂住系啊，呢次回来最主要是玩定是工作啊。OK， 唔该晒。咁今晚会揾啲朋友聚旧下咁样啊？唔使影，好啦，唔该晒，拜拜。其实咧，阿祖贤啊，2002年咧拍完《美丽上海》就去咗 Canada 度隐居，好咗十零年啦。听闻好多品牌咧都依然对佢充满兴趣，有价有市咁噶。啊，听讲咧，阿祖贤咧都有意试水温嘅，为呢个复出铺路啦。嗱，如果系开拍倩女，祖贤啊，你不如试下新角色啊，突破自己都好啊嘛吓，好似饰演阿老咁，都好有挑战性噶。